来，有请左儿，左左左，小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左，来，你看到我又回到了你。你们垫子给拿，垫子拿这椅子有点。没事。你我现在旁边有，我现在已经非常的。你要喝水吗？我给你拿点水。我现在已经非常的熟了，对这个地方。是吗？是不是有没有？大家好。有没有很亲切的感觉？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我给你带了一个圣诞礼物。哇塞，谢谢。你自己带吧。我来。我来感觉我俩今天在，我来两只鹿。对，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鹿。对，这是你带的礼物。哇，谢谢。嗨。这个鹿怎么这么长的身体？就是他们不听话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鹿这样捶他们。哎呀，这他们很爽的。对，因为谁不舒服了可以这样。桌子上，这太舒服了。啊，这个挺好的哎。对啊，是吧？还可以睡觉，趴在桌子上，现在写累了趴着睡觉。哎，你现在是第二次来我们直播间，你有没有那个就是亲切的感觉？我就觉得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再也不会被这种大场面所震慑到。啊，我现在已经成长了。你知道吗？你上次来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人每次都问我说。说你来之后后面到底有没有吃东西？我没有吃东西。他后来没有吃东西，但是我带回去了。你知道你吃了吗？后来那姐吃了，薇娅姐对我特别好，她后来专门带我走的时候，让人给我带了一箱吃的走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我很怕被你经纪人骂。为什么？说你要减肥，然后那个还给你吃那么多东西。没有，我最近还好，但是我就是就感觉。不是工作来，就是你知道逛了一圈超市又回去了。哎，我你最近上热搜了，你自己看到了吧？哪一个？啊，上热搜。我今天一打开，第一个就是。就他是在催那个。对，催吴磊。催吴磊，他赶紧交那个论文，然后之前在写作业。哎，你这个是素颜吗？这个是我高考的时候。是素颜。好好看哦。哇塞！我又被你们震慑到了，这怎么还有一个真实的大屏幕？好厉害哦！是你藏起来的屏幕，我是随身带的屏幕。所以你现在一般在活动中，然后一般在写作业是吧？那就是高考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高考就时间比较紧，又要拍戏，又要那个考学。嗯，你明天是不是考试？我明天没有，我们是这周四要把所有课的那个论文交完。周四。对，然后后边就是对，那天我参加活动。这也在活动酒店里面是吧？对，因为就是中间稍微有一点时间，但是我要交了，因为我那个台词课要写3000字，然后就有点来不及。然后正好我摄影师他有电脑，我说你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，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拍我，戴着耳机，当时我特别沉醉，我觉得我自己打字特别开心打的。他们开始都问你的论文写完了吗？一直在全部在问你这个问题，论文有没有写完？等等的。这个人好可爱，他说薇娅的歧视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是女人吗？对，他就是男的，是打歧视。Oh. 那男生你怎么说打薇娅的女人呢？你想一想，如果男生的话，给自己起什么名字？那就是也有女老大。那男生呢？也可以叫薇娅的女人。哦，男生叫薇娅女人很奇怪的。对，不可以这样。对，哦，薇娅的骑士。所以你看，打薇娅骑士的话，就是一般是男生才会打薇娅骑士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这个受众面真的好广，男生女生都有，都不放过。啊、哈哈，哎，你知道，就你来后面，我直播间增加了一个游戏，是就是不放过来的。你知道我来了你们直播间之后，我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我的工作人员现在每天晚上都看你直播啊？是吗？对，就是那边那个，他是你的粉丝，每天晚上都看你直播。有没有买吃的带你分享？他们反正没有买给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因为你要减肥，但你已经很瘦了，而且皮肤现在这次看着比平时还好。有什么诀窍吗？啊？有没有什么新的诀窍吗？人家说，请问吃甜的和吃零食，你的脸上会出现什么？吃甜的和吃零食的，嗯，逗吗？会出现幸福的笑脸。我喜欢这句话。哎，下了吃东西之后，你就觉得有点后悔的时候，你就想这个。会出现什么？会出现幸福的笑脸。就你下次问你朋友说你吃甜的，你会脸上出现什么？幸福的笑脸。这个很适合土味情话男生给女朋友讲。反正他女朋友估计会挠他。嗯。是吧？那这样，我们刚讲了，就来的话，我们都会不会放过他，让他玩一个游戏。嗯、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个小游戏，我觉得难不到你。嗯。就是接下来我俩的聊天中，不能提到你我他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说的话，你就抽一个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比较尖锐的，哎，也不算尖锐了，就一个小秘密的问题。那如果你说呢？我知道，我就抽一屏幕，就那个百事。加油。不用百事，乐视，送乐视。加油。我送乐视，好吧？哦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我只要错了，然后就抽一波奖送一屏幕。好，如果你错的话，你就抽一个，这样好不好？嗯。哎，
其实这个，那我就问你问题了啊。我说正式开始就开始啊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正式开始游戏环节，开始。接下来左儿有什么新品要和大家见面吗？新作品。左儿，明年可能会有新作品吧？是什么类型的？左儿现在也不能说呀。是电视剧吗？是呀。啊，这个问题好。为什么我觉得薇娅要输的感觉？薇娅也是这么觉得。然后，薇娅知道左儿是个很爱吃零食的人。嗯。平时左儿有什么喜欢吃的零食和大家分享呢？左儿最近有一款新的零食想要推荐给薇娅，不知道薇娅想不想知道呢？薇娅非常想知道。其实左儿今天也有小助理。请问是谁？借一下呗。借一下。OK。借其二是吗？所以左儿今天有什么零食要分享给大家？左儿的小助理上左儿的得一下，如果左儿的小助理输了也说了也是算左儿输。那薇娅的小助理是谁？也是其二。天哪，这压力好大呀。啊，不是他不能，我给了一个晚上，我没有错。好，说了他厉害，他说了个他，就我们在玩游戏就不能说你。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错。哎呀，又说了你。这样吧，我就下了。又说你，这样吧，我就这样吧。那个左儿抽一个错的，然后那问题，然后我们也就代表你抽一个奖嘛。我抽，好不好？粉色吧，好不好？来抽一个。薇娅姐的衣服颜色比较像。好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有没有害怕？跟你说，问到尖锐的问题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你要选队友很重要。可啊，这个很适合你。甜可甜的五零，很适合你呀、啊。对你来说就是本色出演呢、啊。可盐可甜五连拍，你还不喜欢拍照？你这样会被人偷拍发到网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接受惩罚。来，好，来，可盐可甜五连拍，我们这里有个拍立得，谁来拍？自己拍啊，我拍啊，我们两个，你自拍啊，自拍，好，我们两个人吗？你，我觉得你，我可以给你蹭一张，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无连拍。这个是现在里面有的，第一张已经出来了，应该是按这个对吧？是我们第一张出来了吗？对，出来了。然后因为你，我知道你的个人形象就是可盐可甜，你可以扮得很酷，一头小辫脏辫，然后也可以就是很甜美。然后是脏辫，你看一下我的头发。对，然后来你自拍吗？还是我给你拍？我来，你自拍啊！来，你可盐可甜啊！可以自拍，可以的。这里有个，你对这个来一，好，来出来啊！第二个是可爱的吗？二。看看明星怎么摆 pose， 来三，我跟你写，来是盐的吗？鬼脸吗？一二三，我听到我的口水声。三，还有一个五张，来四，我感觉我很愤怒，你知道很可爱啊，来最后一张，五，这个好看。太难了，再也不想输了，输怕了。好，五连拍，我们等一下这个五连拍，我们要放到一个零食里面送给大家。哦，怎么样？吃着吃到了我的照片，然后把牙崩坏了。啊、没有那么夸张了，他们不会吃的，他们肯定会藏起来，好吧？好。后面还有个照片。哇，好看，我也没发现自己的照片。然后我们再抽一波奖。好。我们就抽乐视的那个巧波浪。好。拿来。好。好的。再来。本来想给大家出个喝的，后来想算了，还出个吃的吧。因为讲到你刚刚讲的，如果说看到甜的，吃到甜的东西的话，就脸上还是很开心的， 对吧？
我们就抽一屏幕五个人，每个人送四盒。四盒？对。哇，你想吃吗？你想脸上出现那种罪恶快乐的笑脸？对啊，你想吃。你们今年再不来，那一会儿不会又说不能吃了？但是不是我们这样，我们可以打开，我们不吃，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的心碎，我怕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样子。你吃过这个啊？对，但是对他们没肯定没吃过，你们看看看呀。你们吃过吗？咱说你们肯定没吃过，就是你们快看看，快看看，快看看呀，快看看了这个，因为它一面是巧克力，一面是那个薯片，对，跟主要一样，可盐可甜，可盐可甜，哎，对。可盐可甜，而且它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其实就有点像双子座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面是巧克力，然后一边是就是原来的那个薯片的味道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如果、嗯、你双子座吗？对，我双子座、哦、我女儿是双子座。你不可以在这提到你女儿、哎、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着太年轻了。这段我要录下来，然后发给所有身边的朋友。然后它这个就是你吃完了之后，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吃全巧克力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就是很腻，嗯、但是有它有一面还保持着薯片原来脆脆的味道，就很好吃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东西那天拿到公司里面，整个办公室的人在试吃，然后都疯了，说的好好吃啊。但是我们那种漂亮的美女晚上，我们把它推走，就推开。你要吃吗？想不想吃？刚才都上吃。不是你跟你感冒，你不要吃了。对，他其实在眼睛在看他经纪人。好，一会儿偷偷吃，好吧？来来，我们抽一屏幕奖，我们的口号打乐视两个字吧。好的，乐视，嗯，打乐视，抽五个人送乐视的这个薯片，总共抽四盒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喷了。四盒其实就是八袋。对呀、啊，八袋里没有两袋，他知道，你还这样吃。因为这个就比较方便携带，然后你每天还可以用这个来蒙骗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一大包薯片你拆了之后，你就不忍心，你说不吃那多浪费，转天就潮了也不能吃了。它这个里边小包装，你说嗯 ，OK， 我今天就只吃一包。哎，我发现你对吃的很有研究哎，我就只吃一包，心里一点都不罪恶。哎、你是来这次讲吃的，你就满脸露出那种开心幸福的那个笑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抽一波奖给大家。好，准备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名单我们过一眼啊，过一眼，嗯，来一屏幕，帮我看一下啊，对，能看得清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位，恭喜五位中奖，好的，来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吗？一会儿可以带走。我今天感冒，你吃不下。嗯，今天他刚才在楼上吃了一会儿薯片。嗯，然后吃一会儿薯片啊，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有啊，我们要不现在把它开掉？我们现在上吗？现在你知道我们直播间有经常会卖这些东西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他们每天晚上就花钱都是这样花的。我要不要现在把这个给你们上了？好呀。乐视薯片，就乐视的新品，它是个薯片，里面有两包。嗯。然后呢，它一面是薯片，然后一面是巧克力，波浪的，很好吃、嗯，没有那么腻，但是有巧克力的味道。我把它上了吧。好的。口感很饱满，你可以停住了，别吃了，快给它拿走吧！我天哪，你是不是忍不住想吃？不是，你最主要你跟我说话那个味儿就一直飘过来，然后一直很香是吗？对，就那个巧克力的香味儿一直在飘。你没事，你今天没看，我把它挡起来。要不你们先把它支走好不好？不是，我那个最主要我自己心里有点舒服，就是吃的挺开心的。刚才你刚吃了很多是吗？我刚才上面就是你知道刚就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，我说我要吃药之前必须要吃点东西垫垫，要不我的胃会不舒服。然后咯咯咯自己在那儿。你刚不说没有人知道，你刚才说然后你今天马上又不让你吃了。来，准备上吧啊，上了啊、嗯、它是乐视薯片的最新品，每盒里面有两袋，然后每袋的话里面是一面是巧克力，一面是薯片，就你能吃到巧克力的甜味，但又吃到薯片的那种脆感，总共是有四盒。哎，这个现在还没有价格吧？有的。有吗？就等于说线下超市已经在卖了是吗？是的。线下超市卖23.8一盒。嗯，这应该你一般不关心这个价格啊？没有，然后23.8，23.8四盒多少钱？23.8，23.8乘四，给我根笔，我会数数。他开始，他想着我本来今天不用写作业了，我来你这里，我还要来算一下你的作业。23.8，不是，我到现在就乘四，对吧？48、32、34、12。你看，你正在作业了，你看。24.8，95.2。哇！哎，用笔在算，旁边有计算器，你不用。一共是95.2，一共有四盒啊。一共有四盒那个乐视薯片，今天我们直播间95.2四盒，我们直播间详情页领20元券，如果领到券59.8四盒，一盒两包，平均一盒十几块，就得半，我每次算这个账我都算不明白。
你在想就是线下卖23.85块，我昨天10几块。对，因为我记得一包乐事的薯片小包的话，在那个小镇上买应该是6块多，这样6.8块好像。你买过吗？在小镇上买，你去哪里了？没有，就比如说我平常工作的时候，真的一小包装的那种，真的是6.9块，我记得。小袋啊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是一盒，每盒里面的话是有一半巧克力，拿来一下，再看一眼啊，忍住啊，里面是有一半巧克力，一半薯片。我们今晚直播间秒杀4盒59.8块，但是是天猫超市，一定要去详情页领张20块优惠券。如果领完券放到购物车，记得啊，领完券放购物车拍一份发4盒，好了吗？我每次都在想，你们这样子合法吗？就是品牌知道你们这样子卖吗？他们其实有时候不知道，真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会知道的。倒计时，便宜了，开始。5 4 3 2 1，来加，记得领券哦，大家3号链接详情页领取一张20元的优惠券，领完券加入购物车拍一份，到手价格59.84块，4盒。它是这样的，天猫超市，所以说它就近你们家附近的超市发货，也就是有的地方可能已经卖完了，有的地方的话可能有，一定要先领券，领完券拍一份就 OK 了。然后我等一下我要把你的照片，我看哪，他们有人说我算错了，我没有，对对对，你看这张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我要把这个照片抽给大家，好吧？就现场签名，好不好？下面签个名嘛。好啊。啊，5张签个名嘛。好。把这个抽到那个跟礼物一起抽给大家。就他们吃着吃着，不一定哪包里面就会跑出我这种愤怒的表情。不，这个我们一会儿会抽奖的，就大家能看到的，就是抽出去的。我还以为是他们吃着吃着，这就是。里面有愤怒的我是惊喜，哎，真的很可爱，每张可盐可咸。他们刚才 说可盐可甜，不是可盐可咸。不是，他刚才说，我看那点评上面说那个说左儿看着薇娅的表情，就是好像在说你怎么那么能说，其实不是，我是看着他为什么还敢拿着那个薯片，刚才还不撒手。因为他觉得我怎么那么能吃，我都已经不敢吃了，你还那么能吃，其实你今天来，我知道你因为你今天身体不太好，然后你最近过节会准备什么礼物吗？就给家人啊，或给自己啊？过节吗？元旦啊，新年啊什么的。送薯片吧，让他们脸上出现快乐的笑脸，我觉得挺实用的，起码。哎，其实如果你收到一般收什么礼物，你会很开心？是的。我吗？我收到吃的我都会很开心。但我今天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但是不是吃的。是红包，没有红包，或许是薇娅在直播你要红包，你这个不太合适。可以，大家都是这么现实的人。你说现实中，你说祖儿来了，我给你个红包，可以啊。打开里面88.88块，多么吉祥，多么可以，啊，我又可以，可以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嘛。好，来，我送了你一个，我拆了盒子，你猜这是什么？你猜到吗？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个小朋友，他被人家送了那个补习题一样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快乐。为什么要送我台灯啊？不是，因为你这两天不是老写作业嘛，觉得你要保护好眼睛，所以送了你一个是护眼的一个抗蓝光护眼的台灯。啊，这个虽然很贴心，但是我总感觉这个意思就是让我就是未来还有无数的作业要做。这反正你作业都要做嘛，所以我觉得要送你个台灯给你，然后那个就是。我把包装给拆了，因为怕大家觉得是哪个品牌，所以就是送给你，然后那个好好写作业，注意保护眼睛。还有一个礼物，谢谢。还有一个礼物呀，这个我挺喜欢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口罩，真的，就是现在没有卖的，它是一个新风系统，电动的，就充电的，然后你出去的话，它能把你好的气体就是吸进去，然后把你吐出来的不好的给循环。这么厉害？对，是个电动的，然后这个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觉得你只要感冒了，你可以用的。不行，我一会儿可能走到机场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掏出来。你一会儿给打开，因为我在给你选了好多，然后我想选什么颜色，我觉得黑色最实用，所以选了黑的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好吗？就是两个礼物给大家，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很短暂啊，然后也我感觉没有聊尽兴，但是因为你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不太忍心让你在直播间里面就是感觉待了很久。让我们来日方长。哎，上次你说你走的时候就走的莫名其妙，你今天要不要给 VR 你们？打招呼，耶，嗨，然后呢？没人理我。他们直接打乐视，打乐视。我发现你很喜欢看评论。对呀，啊，你上来看评论。不是，因为你控制不住，你知道吧？就跟看电视剧的那个看那个弹幕一样，你看就这样看看哇哇哇。
你知道吗？每次我在这里看到那个评论，看到这评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以为我没看评论在看呢。为什么？哦，对，因为你的视线是在这边。对，所以他们说你笑起来很好看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他左在看你的那个评论，他还左，我爱你。好吧，那就是薇娅的女人，薇娅的骑士，薇娅的。所有人就拜拜哦。对，因为主要今天生病了，感冒了，然后还跑过来了，来我们直播间玩了一会儿啊。他们论文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论文交了，交了。所以你回去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对，后面就等着我们演那个期末的戏了。对。嗯，然后我也很期待你明年说你说那个剧。好的。到时候来我们直播间宣传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来，你这里有个毛。好多说主爱真可爱。哎，还有人问你的口红色号哎。我的口红色号很好看，给我涂口红色号的人走了啊，走了，赶飞机去了是吗？赶飞机去了，他们刚先走了啊。那好的，我们就是让左儿好好休息好吗？然后那个下次来我们直播间应该很熟了啊。好，下次我来，下次就是我给大家直播，然后薇娅就是我的那个嘉宾。好，下次我是你的助理，我会非常感谢薇娅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好，现在请薇娅出去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拜拜，再见，左儿再见，留给你了。哎，我说我再见了，你留下来了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，下次见到左儿，我们反手一个赞，来，拜拜，拜拜，把台灯带走啊。带着我的礼物走了，赶紧。他今天真的感冒了，因为他来很早就来了，来了之后，然后那个一直在那个，我估计左儿头都是晕晕的，一直瘫在那里，所以就不太忍心让他待时间很久啊。然后我们继续我们。